我手头上有啲资料，想同你倾下有冇机会合作。啊，你会主动俾啲资料我，唔似你作风。佢哋背后势力好庞大，利用唔同嘅黑材料控制政官商嘅名人。我哋俾人监听，由佢先啱啱开始，我肯定随你光咗喺外面。你如果你肯转做污点证人，我保证将你的罪减到最低。我去分头行事。Yes sir。将啲相 send 出去，等公众去判断下。你究竟想点啊？我唔知咁样做系会洗黑钱噶，你帮我啊 ！Sir， 我嘅职责就系破案，而家就放弃话，我哋几个月嘅心血全部白费晒。I C C。够了，警察，我叫你放低枪，事实。